啊！咁你是歌手，我亦都今日咧已經喺度諗緊，究竟係六月定七月咧？我要問埋嗰一兩個喺海外嘅朋友啊，佢哋幾時翻香港？咁我會搞埋呢個決賽。嗯 ，OK， 即係將佢作為一個圓滿嘅終結，亦得我哋二零二零年之前最大嘅網聚。嗯，我刮翻一筆，唔好亂講嘢。OK。